大一点。圈在上面吗？对，圈在上面。你们的钱要很慢，没有办法。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做过。那这个会不会太忙？哎呀，当然太薄，你比村长还薄。对呀、啊，要怕它烧出来的话，它变得太会裂掉。班长，班长，然后整天班长，我班长，老潘啊。我们就在那个二十五米那边的中间那边，蛮小的。啊，还要听他讲笑话。讲笑话。是啊，是他们，是曾雪让他们上去。是啊，是那个漓江。那个叫太子。这样再说说。再把它。再把它。因为那个要不然会有裂掉，烧了就会烧。最少的时候三个，最多的时候五六个。那个这个干一点，干一点以后再把它这个，反正现在搬不好搬，现在不要理它，干一点。